小泡泡不停地冒，狗尾巴辛苦又麻烦，蛇的舌头煮熟了再炸过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哼，一堆垃圾，你看，有口香糖，发臭的袜子，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棒，哦，还有一堆我丢掉的垃圾，一个垃圾大杂锅，它就在房间的角落等着你喂它吃垃圾。这制作很容易，需要四个步骤。美术四部曲。做大杂锅的主体要用大气球翻个纸膜，把气球倒放在碗里会简单的多，然后用很多的胶带把它固定住。看，刷上一点掺水的白胶，目的在于贴上一些撕碎的报纸，就像这样，在气球上贴满好几层的报纸。贴好以后，等它风干，有趣的来了，我们要把气球戳破。哦吼，然后把不平的边缘全都剪掉，直到你做出不错的大杂锅，你的成品就会像这样。看吧，我们要在上面加点细节，让它变得诡异。要做出锅子上面边缘的环，只要卷起几张报纸，然后绕着锅子上缘弯起来，一边弯一边用胶带固定。这可能有点繁琐，但是不能停。然后把餐巾纸卷切成三段等长做锅角，在每个角上再塞报纸球粘好，做成圆形的锅角，粘在锅的下面，让它站起来。其他的细节，像是你的名字缩写的名牌，只要用厚纸板切下来粘在前面。要不要加一个把手呢？要做把手，在锅子里边粘上卡纸做的三角形，然后卷细管的报纸，并且粘在三角形上。这边粘一个，啊，这边也粘一个，就像这样。然后用1:1的比例稀释白胶，把餐巾纸贴满整个锅子，从里到外都是，让一切都变得坚固，并且把接合处封起来，全都盖上，一直到它晾干，就会是这个样子，跟石头一样硬。现在可以上色了。首先帮你的锅子打上黑底色，等你把整个锅子连里面都涂好干了以后，拿一支干的水彩笔沾上银色的颜料，轻轻地在整个锅子上刷一遍，银色就会带出整个锅子的质感和细节。你甚至还可以加上点绿色，好增添晦暗的效果。整个锅子都涂好以后，看起来就像铁做的。现在你要做盖子了，这也是考虑一点恐怖原料的时候了。想要做盖子，先量出你锅子内圆的直径，然后开始在厚纸板上画线，在中间画上第二条垂直线，用这个当作参考，粗略的画个圆，切下来多余的部分修掉，让它可以完全的盖好。接着在厚纸板上涂上汤勺的造型，就像这样切下来，把边缘稍微折一点，再粘到锅盖上。看吧，这样就粘好了。然后揉一点有颜色的面纸粘在锅盖上，好做药水冒泡的效果。不用做得太精致，涂得越乱越好。要不要加一点恶心的眼珠呢？这些都是用乒乓球做的。你也可以用上过色的报纸球，再来点烟斗通条做毛毛虫。如果你有的话，甚至可以加一点爬虫进去。呼，满意之后把一切粘好，然后只要把你的锅子放在房间的某处，再用它来藏你的垃圾跟废物，还有丢在房间的脏东西。哦，把盖子盖上，就没有人再嫌你乱了。很棒是吧？自己动手做垃圾大杂锅。